阿难，法藏比丘，于世自在王如来前，即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思弘誓愿已，诸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法藏说话算话，真干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法藏菩萨与佛世自在王如来是他的老师啊，在老师的面前还有天人大众中啊，宣法以上之弘誓愿，弘是大的意思，是广的意思，就是指四十八愿。那下面有解释：弘者广也，法界次第誓愿，广普之愿，谓之弘。自治其心，谓之誓。啊，自己把自己的念头管住，这叫是只求满足，故曰愿也。他希望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圆满，愿愿都不空啊，都能兑现，他才成佛啊。如果有一愿不能圆满，不能兑现，他誓不成佛啊。那么现在法藏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，那十劫在宇宙里面不算很长，但在我们人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。我们看底下的解释，弘誓愿者，泛指佛菩萨弘大之誓愿啊，这是一切佛菩萨通用的啊。弘誓愿，实际上弘誓愿就两句话：成佛度众生啊，自己成佛普度众生，这叫弘誓愿。这经言是弘誓愿，这专指法藏菩萨之四十八愿也。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弘誓愿，专门指的前面所说的四十八愿。发思愿也，这个愿发了，由愿生起无边殊胜妙心。为什么他要兑现？他要把它做到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修行了。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：本品开章名义，其第一句直愿诸真实会。那这第一句话了。此一句子，这一句话乃一切妙行之大本，为无量人天开证也。要没有真实慧，行就没有了。四十八愿每一愿都需要真实慧才能够落实，没有真实慧不能落实啊。真实会是什么？对于西方极乐世界，真信、真愿就是真实会。啊，为什么？真信、真愿
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。这是真实智慧啊！啊，所以西方极往生的条件呢，真心真愿是第一。欧益大师说的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心愿之有无。下面说了，品位高下，落实在念佛功夫的前身。极乐世界就这两种事情，一个是取得往生的条件，一个是品位高下的行法。怎么样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品位能够增高啊？但是那增高的是第二桩事情，不是第一桩。你品位修得再高，往生不能去，那是枉然的，那就变成福报了啊，变成人天福报了，你不能往生了。所以应该把往生摆在第一，往生摆在第一的时候就是心愿。心愿如何建立，就在这部经上。这部经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你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彻了，你才相信啊。啊，所以经典帮助我们起心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念佛功夫浅深，再浅也不怕，多好。啊，一点功夫都没有，这佛号没念过，最后往生念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。啊，你每一个没有念佛功夫。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不错，往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下下品人也得弥陀加持，做阿惟越之菩萨。下下品什么待遇？阿惟越之的待遇。阿惟越之是什么人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三十报庄严土，地位这么高啊！啊，他在凡这个十报庄严土住多久？在那边住三个阿僧祇劫，干什么？淘汰。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习气不好断，没有方法断，只有什么呢？不去理他。时间久了，自然断掉了。所以这些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图等着无明习气断尽了，断尽他就入常寂光了，就真的究竟圆满啊。那么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头，他住在那干什么？听经闻法教学度化众生，他干着啊，因为极乐世界有四徒啊，这四徒的同学程度不一样啊，跟立的听佛讲经就开悟了，跟顿的那就是这些菩萨帮助他化身菩萨。帮助阿弥陀佛教这些初学，特别是凡圣同居土的，他们来教我啊，同时他们有能力化身分身
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啊，听经闻法是修慧啊，福慧双修啊，附带的还有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六道的有缘众生啊，他会分身去度化他们的啊，佛度有缘人的啊，所以他们也很忙啊，也很快乐啊，啊，不是坐在那里痴痴等的，不是的，他有活动啊，啊，他们决定不再迷惑了，为什么？无明断了。圆正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叫阿惟越智啊。所以有愿生起无量无边殊胜的妙心，法藏菩萨不容易啊。那住真实会这一句是一切妙心之大本，是为无量人天开真眼。我们明白了，智慧重要，别的不重要啊。智慧是什么？是自性本有的。南大师说的，自性本来具足，具足什么？第一个叫智慧，无量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无量断能，无量才艺真正一切无量无边的自性本有啊，不是外头来的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，那我们怎么把智慧丢掉了呢？一念不觉，而起无明。不觉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阿赖耶，就是妄心。妄心你相续，就回不了头来了。啊，它的频率太高了，我们也掌握不到了。啊，所以越迷越深。啊，越深越迷，起心动念都在造业，六道轮回里头也有善恶，造善业，感三善道；造恶业呢，感三恶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堕在这里太可怕了。当时堕下来不觉得了，堕下来之后出不去，这一下才麻烦了。啊，诸佛菩萨有方法，八万四千法门度众生，要遇到缘，这个遇到缘比中奖难呐、啊，太难太难了！啊，因缘要去喝，好，正好对着你的缘，切你的机，很容易解脱，修行正果。如果讲的这个经教，跟你的缘不相应，白叫了。
你不能接受，你修行修不好，不是你修的啊。所以只有净土这一门，什么样的根性都适合啊，就是上从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普度啊啊。但是这个缘难信，虽然很容易修，难就难在信，你不相信他，你对他有丝毫怀疑，临命终时障碍你往生，不能往生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视，我们遇到这部经，这部经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了，我们这一生有救了。那真搞清楚，我还有怀疑，我对这个地方还有留念，那就是你的愿心信心不够，不足，不足不能往生，一定要足。足怎么样？彻底放下，对娑婆世界没有丝毫留念，真放下了，你的心愿才够得上标准的，才行啊！不是这样说，往生难。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这是事实真相啊！通通是心愿不足。不能说没有心愿，没有心愿你不会听无量寿经，你不会念阿弥陀佛啊。你有信心，信心不足啊，好像在分数的时候不够，人家要60分及格，你只有3分5分10分8分啊，跟这个标准差距很远，所以你不会被录取啊，佛不会给你感应，道理在这。我们学经教，无非是加强认识，加强认识的目的就是对他不怀疑了，真相性，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缘分啊，这个先取得了，这个重要啊。那随时随地把佛号提起来，不要忘记，这个佛号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用的。到极乐世界分班，你分到哪里品这个啊，能不能去凭心愿，这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不能够含糊笼统。阿弥陀佛。